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啊，图文整合啊，图文整合的最简单的一个概念跟操作啊。你看，各位，这里是 video，OK，这里是图像啊，这里是 video，这里是图像。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是这种图文整合的一个 since at least video 的 2008. 做法，对不对？So in 好，this 那个 video, we're video 的 going to 做 take a 法。look at 所以我 how 们现 Sunak 在 won the 开始来教，那你怎么样可以来创造一个类似这样子的画面啊？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已经做了第一个快速的啊，3分钟做出一个 video。假设这个 video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把它通通把它删掉啊，按一下按 delete 就删光光了啊。你删光光的是编辑区啊，那这个之前我们当做资料库的资料还在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抓一个新的资料啊。这个新的资料是刚才我们做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刚才我们做的。抓进来哦，我们就以刚才做的为标准哈，以刚才做的为标准来处理啊，就这一个哈，这个是刚才我们做的东西，好，然后把它拉进来，OK 啊，刚才我们做的半死，做完了，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把照片抓进来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地方是不是有照片啊？所以我们在桌面，我已经做了一张照片，就是这一个啊，这个就是简报一 JPG 的画面啊，大小。因为我们这个影片是多少？1920:1080哦，这个你真的得硬背了啊！1920:1080，所以我的照片大小，啊，图像的大小也做成1920:1080啊，这个你真的得硬背了哈。我们16:9最标准的规格是1920:1080，哈，我把图片抓过来，OK，看到了没有啊？这个是图片，好，那现在是这样子的哈。那首先没关系啊，首先我们先这样子。这里啊，再开一个什么？开一个新增视讯轨道哦，两个了。为什么要两个啊？等一下你就会知道啊，就会是这样子。我们把照片抓下来，好不好？照片抓下来，照片预设只是4秒啊。你不开心就按这个地方，没有？按这个地方，红红的跑出来。你可以把照片一直拉拉拉拉到你开心为止啊。这是照片，照片的长度变这样子哈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把我们做好的，那现在看不到这个 video 啊，怎么办？点这边，把它往上移，把它往上移，会不会上移啊？点这边啊，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轨道作业啊，向上移动轨道，嘣，有没有？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 video 在上面，照片在下面啊。各位要那种图层一层一层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，刚才我们看的啊。刚才我们看得很简单，这里是 video，这里是应该是说文字吧，照片吧，哈，应该说像这样子哦，这里是文字或照片啊，文字或照片就会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video 怎么把它剪成这样子呢？我们，因为我们现在画面其实掌握的不是很好，但没关系啊。我现在让你理解怎么样把 video 剪成左边这个地方啊。如果你拍，你可以先拍好，都先拍到这个地方。我们先假设的啊，先不用管啊，我快速教你啊。滤镜就是滤镜的功能，点这个地方，点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的是 video 的滤镜啊。点这里滤镜啊，滤镜啊，哎，不是啊，滤镜啊，加。我们按视讯的地方，我们最常用的啊，最常用的一个滤镜就是。那个剪裁啊，我来找一下剪裁。剪裁，剪裁，慢慢找。好，剪裁矩形啊，剪裁矩形啊，你也可以把它打星星，打完星星以后就会到收藏来的哈，剪裁矩形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先不管这个画面，然后这个画面其实没有拍得很准。假设这边人都在这个地方哈，你也不用管它哈，直接抓过来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是这就是我们剪裁哈，你那个 video 就已经是剪裁过来的，对不对哈？它就会是这样子，然后再过来这里哈，那个。矩形、剪裁啊，还有这个地方，
这个叫间距色彩，它没有弄好，应该是背景色彩，这个地方没有翻译好，新版本这个地方没有翻译好，这里啊，这里黑色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要黑色，我们要什么？透明啊，要那个，哎呀，透明色到哪边去了？傻瓜，不用了，这里的就写透明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透明，刚才不是有颜色黑色吗？哈，你我们把它剪裁带到这边，这个地方还有颜色，所以你把它换透明，有没有？各位是不是这样子？上面这一段影片它的大小只剩下这里啊，我们假设这边是 video， 然后这个地方是文字啊，那当然你可以在文字这个地方再产生变化啦，再怎么样再管再不管啊。换到最简单的图文整合的形态就出来了啊！你把文字放在下面啊，然后想要的文字放这边，把 video 放上面，然后把它剪裁啊，把它剪到这里啊，然后这个地方按透明，它左边这个黑色的地方就会变透明，最简单。然后我们给它往前播啊，啊，你一直按一直按就到这个地方来啊，好，开始播有没有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，哦，这里有 video， 这里有文字。最简单的图文搭配的规格就出来了，最简单的图文搭配的规格就出来了。那你的同学说，老师这个是什么好难看哦？对，因为你红红的是这里嘛，我们对这个地方做滤镜，所以它就有这一个，那你就按这个地方看不到了啊，一样按这个地方啊，就不是控制到这边，而是控制整条，你看那这个就不见了啊。好，继续播，有没有？这里是 video，上面这里是 video， 但我们把它剪裁，然后下面的照片自然就凸出来了啊。那当然啦、啊，我们越做越多，这边文字还要不断的变化，但不管 video 在跑，文字还有变化，那最简单的图文整合的一个 video 的样态就会出来啊。那你看跑到这边 video 不见了，就变成纯文字的部分嘛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教，有没有？这样懂了吗？这我们讲的啊，最简单的。图文整合，那再点一下播放清单就出来了啊。这里是 video， 我们通常会先用 video 啊，然后再放一张照片啊。那照片192010180你要先设定好啊。然后如何把这两个对调，你要会哦，我们讲过的这个地方啊，这里啊，轨道作业有没有？是要移上呢，还是移下？移上移下在这个地方啊，你要先，当然你要先点它呢哈，你才有办法点它，才有办法移上跟移下啊。那你再点它有没有？好，再点它，那为什么看不到？因为播放头在这边，播放头拉过来就会看到了啊。就是我们刚才的什么那个属性那个滤镜的地方，那你随时可以改哦。好像不太对，画面不太对，点一下红色的出来，再按一下滤镜，哦，又回到刚才这个地方了。稍微拉一下，老师我就这样好像不太好，你要这样比较好看啊、哦。就是怎么样啊 ？Video 的一个比例大小跟图像的比例大小，你随时可以切换为滤镜。来处理啊，那你都 OK， 看一遍 OK 了啊， OK， 看一遍 OK 了也没有问题，老样子会出啊，选择这个啊 ，main profile 啊，用硬体设定会出档案啊，好，这一次呢再跟他换一个002，就这样子，好，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哦，存档，哦，在跑得超级快的啦，哦，咻咻咻咻咻，哦，这是慢一点的啊，因为他需要跟图像砍败了哈，所以动作就没那么快哈。当然我们可以等一下啊，至少你可以看到哦，最简单的 video 加照片的一种图文整合的呈现的形式，最简单的思考方式跟手法就在这个地方哈，因为基本动作就会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哈。我们等他跑完看一下，就要下课了啊。好，跑完了对不对啊？然后到这个资料库，到那个档案总管看一下。我们之前预设只是存在影片嘛，对，哦，这个出来了啊，再播一遍给大家看，果然没有，这里是 video 在跑啊，这里是 video 在跑，那这边是纯文字的部分啊，文字嘛啊，不会动的静态影像的部分啊，那这样就出来了啊，最一个最简单的图文整合而构成的图像叙事就 OK 了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，各位。